哇塞，铁子，哦哇，还蛮帅的铁子。他手里捏了个球球，哦，他可以传送，你看，哦，哦，这个是新的人物英雄哎，但有什么长相如此之奇怪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星，咱们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穿越火线先前部的内容。这些内容政府将在九月中旬左右更新。这些的话就是大家看到一个虚空终结者，一个可以使用归一技能的战术型终结者，可以传送，以及一个光头猎手啊。目前的话，他那个名字是修道者英雄，那使用护盾爆炸的攻守兼备的英雄。同时版本还更新了30人生化地图，暂时名的话就叫废墟之地。很明显我们玩的时候感觉这个地图是做好的啊，但是可以看到地面啊、墙体啊还没有细化的一个天模，其实就是还没有上材质包啊，这肯定不代表最终品质了，先说一下。那这张地图我们就不细的去解说了，但是有个点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张地图是有个传送门的，其他的这个多人生化地图好像是没有，除了生化追击啊，这个普通的这个图咱们这目前是首例。那它这个传送门的话是可以把人类和幽灵传送到别的地方，它一共可以传送三个门，就一号门、二号门、三号门，有可能人类传送出去是一号门，幽灵是二号门啊，这样人类不就跑掉了吗？对，那后面的话还是给大家放原声啊，这个我感觉原声是比较的有趣的。好了啊，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那这期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打一下。我想看看中间，拜拜，别杀我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大哥大哥别跑，哎，让我们看，我们互相看看行吗？这个终结长得，不是这个终结比我这个修道者英雄，我感觉长得都还要像好人哎，真的，哎，哦，你被抢了吗？哦，它可以平面传送过来。不行，箱子在哪里？箱子，我们得箱子。哦，在我这里。我要变了。好，我变了。这是什么？护盾爆炸。我变了，我变成这个和尚了。可以。这是什么？护盾爆炸。然后呢？哎，好像。哦，隔一会儿会有一个爆炸，啊，传送过来，可以，世纪啊啊！我被他秒了，烦死了，气死了。哦，这个修道者他有个盾，他盾炸了之后他就没东西了，难过。我很难过。嗯，这哎还有在箱子里的。这没必要吧？我还会卡 bug 呢，真的是。嗯？哎呦！哦，我被他的那个盾给炸死了。哦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它的传送，其实还好。这么一看，女鬼比较吓人。哎，星星，我本来想刀了你了，真的。连红血传到我这儿，你这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没听到。啊，是你？不找我吧。刚好传送没传到你这儿，行吧。哎呀，惨啊！啊，我抢不到那个箱子啊，被人捡了。啊！星星，哇哇！不是，我跟他说啊，你后面啊，你就没了。啊！我被吓一跳。哎，完了，他们在看箱子。真的吗？你最后给我马杀鸡挠痒痒了。你不死了吗？还说我马杀鸡啊？哇，好酷啊！我天，看起来很帅。杀人杀得多，把刀都变色了。啊，我的。哇塞，他有一万七的血啊！啊！啊，可以，我变了。哎呀，我滑下来了，这愚蠢！哈哈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哦，他这个，哎呦，他技能还没好。哦，哎，我给你搭个实验小白鼠，你竟然在我面前滑下去，非常之尴尬，我去，嗯。不行，我得加点奶点血再过去打他。哦，我好像不能高传低，我只能平面传，高传低也不行，低传高也不行，就只能一个水平面，大概对，是的。我先设一个传送阵，我没血了我就跑。哎，我哎好像没有要打的意思吗？对不起，这么严肃的战斗，我又滑下去了。哎呦，果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他喵的，他就是。好了吧，这就没了。这个和尚他好憨憨啊。没有，那个后盾好像还行。我怎么？开盾是无敌的。我怎么觉得他很憨憨？我用的时候也觉得就很一般的感觉。可不可以点个赞再走啊？会暴富的，真的。